白袜症的代源者有没有可能生出健康宝宝呢？答案是肯定的。在彰化就有一对夫妻，他们第一个孩子罹患了遗传性疾病白袜症，尽管他们还是非常的疼爱小孩，但是就担心第二个孩子也罹患白袜症。后来医师透过基因筛选，以双效试管婴儿的方式，经过了28道程序检查，终于让他们如愿生出了健康宝宝。小女孩似乎很怕生，一时一抱就哇哇大哭，白色的头发、睫毛、眉毛，连眼底也是白色的。孩子刚出生时，父母简直无法接受，夫妻俩都跟正常人一样，怎么会生出一个白化症的孩子？一切在他们家里引起非常大的冲击，然后他回外婆家，那外婆的那个是小村庄，小孩子围着他说：“阿丁爸爸是不是阿多嘎比狗狼？他不他的谁他北桃张北桃猛哈？”那所以他们承受非常大压力。就怕第二个孩子跟姐姐一样受到歧视，夫妻俩决定要生个健康的孩子。但检查发现，父母两人都是白化症隐性代源者。医师透过基因检查，经过28道的程序，利用双效胚胎快筛技术，终于让他们如愿生出了一个健康宝宝。基因就是很大的一本书，你要从这本书里面哪一个字写错，你要把它找出来，或是哪一页不见了。那你找到之后，你再根据这个点呢，你到时候再做胚胎筛选。医师表示，白化症是一种遗传性疾病，因为无法长时间暴露在阳光底下，因此又被称为月亮的孩子。因为他皮肤很白，所以他跟白种人一样，他可能得皮肤的病变的机会会高一点，他视力可能比较弱。白化症在肚子里面，他超音波是完全正常，我们每个人基因大概都有30000个，里面大概500-600个都是不正常的。白化变黑发不再是梦想，在医疗团队的努力下，夫妻俩在去年底喜获麟儿，不仅婆媳关系改善，也让这个家庭气氛顿时从黑色变彩色。记者洪杰明彰化报道。